古书上说，此门百年一开，那也正是至我顽疾之时。上古遗留的阴阳之气入体，无药可治啊，怕是活不过二十四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两仪门吸收阴阳，太极术调和阴阳。真的有用。是你张慧珍，来跟我一起玩。不去。师伯母说了，生病了也不能一直待在屋里。我的花，小心。快来，长安人很多热闹的地方。你这太极术练好了没？那门都快开了。听说这红绳可保平安，本将军赏你了。这是。病好了，你想干嘛？我要守护长安，你跟我一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两仪门一开，正是至我顽疾之时。此门有异，是谁？小子，我本不欲破此门，奈何魔神帝君将重现世间。这究竟是什么？都是些迷了心智的灵，若任其离开，恐长安众生难逃一劫。这般状况却顾不得了，唯有你体内阴阳二气能阻拦他们，代价就是你再也无法痊愈。听说这红绳可保平安，我要守护长安，你跟我一起。长安还有我不能失去的人。这是我新写的花本子，赏你观摩观摩。孤苦无依，命悬一线，没必要把我写这么惨吧。六尺之内我是无敌的，六尺之外都交给我吧。鞭子，你快点走。是是是，云大将军。你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喂，赵海珍，明天红鹿寺有人请火锅，我带你啊。